郭富城即将于下月在深圳举办2013武林盛宴世界巡回演唱会，四日他空降深圳为演唱会造势。作为四大天王里最会跳舞的一个，程程透露这次舞蹈方面会重新编排，并由合作无间的张淑平为他打造全新舞衣，带来最大惊喜。不过想必粉丝们最期待的还是程程能不吝秀出保持多年的魅力肌肉吧。说到这儿，程程可就丝毫不谦虚了。咁样条人鱼线都跟着你好多年。哎呀，很多年。对，因为好像我衣服一样。对，瞧程程的自信一样，设计师赶紧把服装往少布来做吧。而曾经的绯闻女友杨采妮日前在新加坡下架相恋19年的圈外男友邱韶志，可惜郭富城忙于工作无法亲临祝福。虽然已命经纪人送上特别礼物，但程程还是希望采妮能在香港再办婚宴，让自己沾沾喜气。对啊，也可以一个，对啊，聚聚要吃个饭也可以啊。对，我会催他快点生 BB 啊。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意愿，我们做朋友的也没办法。就是当然我希望他可以早日可以生多两三个这样。